你又有弱智吗？这种东西不会压去，你怎么会认为馆长已经失智到吃橡皮筋呢？还吃得津津有味？你们就看我是在吃橡皮筋，还是在吃一条萝卜丝蘸酱油？说我吃橡皮筋的，我是不是要吃一下的嘞？彪悍铁拳啊！非常多的观众朋友，非常多的网红朋友们说馆长吃得津津有味，那我个人认为你们真的是斤斤计较，好不好？今天给大家解密，我到底三天之后棒赛会不会棒橡皮筋？好，张开嘴巴，再大再大一点，好，我会抖啊，你抽开嘴，嗯，这不真的是什么？这萝卜丝啊。我有没有弱智？自己再夹一块，再夹一块。好，再夹一块。好，师傅张开嘴巴啊！啊，对嘛？你又有弱智吗？这种东西不会夹去。你怎么会认为馆长已经失智到吃橡皮筋呢？还吃得津津有味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用昨天哦，因为昨天我们拍片的画面我们都有留存，那刚好我们有两集啦，你们就看我是在吃橡皮筋，还是在吃一条萝卜丝蘸酱油，好不好？真相来了，所有人说我吃橡皮筋的，我是不是要吃一下彪悍铁拳啊？在台北市的物价有点贵啦，我就觉得我现在走到哪里去吃哦、喔？在台北市的物价有点贵啦，我就觉得我现在走到哪里去吃哦、喔？啊，这个真的是，实话实说，这里。